好的，那么今天小狼又是给大家带来这个传说中的三国战记战神无双的这么一个通关视频啊。这次的教程呢，大家大伙都知道，也是第一视角啊，现场打现场卖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不小心死了什么的，大家伙海涵见谅啊。这次咱们玩的呢是传说中的神赵云啊，或者说这叫复制赵云。其实呢，这个底下两个赵云都很神。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回事啊。咱们看这个第一次第一个人上来呢，咱们可以看到，咱们是要先撞一下啊，不知道该给咱们大伙解释，就是这个人物吧，属于那种就是比较赖啊，而且特别赖啊，然后赖的让你就觉得受不了那种啊。这样的话，你看前期首先先撞人。他呢是有一点，比如说像撞出大酒碗呢，这个怪呢就是可以无限撞，然后同时呢咱们可以看到还能撞出一些像张灵剑呐、啊，对吧？这些什么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兜里面这个长血的这个道具啊，就是实际残液。这个实际残液呢是，哎哥，实际残液可以放出一个大人参。这个之前我们在做那个黄忠的时候，大家伙都已经看到了啊。而且这里面牛逼在哪儿呢？就是说不管这个怪怎么样吧，它都会出来一下。大家伙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撞它的话呢，能给它撞出来一个宝物。那么它死呢，它也会给你一个宝物。也就是说，如果你撞的话，撞八个，那就铁定会撞满啊。这个神赵云这招呢，最赖的呢，它就是前手然后加复制啊。复制的话就是。那就赖了啊！复制的话不是咱们想象当中那么，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但是呢，也不至于说让人理解不了。复制呢，就是说你现在放的一个宝啊，你现在准备放的一个宝，这样的话你暴气摁上下跳，也就是上下 B， 这样的话你练出的招呢，就是再复制啊，就可以把剩下的宝物啊，就可以就是不是剩下的宝物啊，就是直接放那个你刚才那个宝物啊，比如说啊，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放一个这个吧，啊，放一个大人参，看见，这是我放个人参是吧？啊，这样的话，如果说我爆气呢，我爆气的话，那么摁上下 B 就是放人参啊，看见啊，这是非常赖啊。同时呢，再科教一下，就是咱们上下手是变人或者跳上下手，变人之后呢，上下跳呢，在爆气的时候呢，咱们就是一个腾龙而起。当然的啊，咱们变人呢，就是你也可以选择这个黑赵云。刚才咱们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选人界面上是有两个赵云的啊。好的，那么在现在这里呢，大家伙也可以扫描当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下载这个飞熊视频 APP， 这个可以在小狼视频里面，也就是说在小狼的这个视频里面呢，可以留言，然后呢获得抽奖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也是可以获得一些丰厚的奖品啊，比如说 Q 币啊，什么手机话费之类啊，可能大多数是 Q 币，或者说有这个，包括有一些大奖摇杆什么的啊。大家伙注意观察啊，注意去了解。那么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来看看现在这边的吕蒙啊，对于我来说呢，这里面的怪啊，它是属于一个野 boss， 这种带血管的 boss 是不能被无限连的，大家伙知道吗？啊，就是。如果无限连的话呢，那是那个没有血管的 boss 啊。这里面暴气其实是有牛逼，哎哥哥，暴气的话，大鹏展翅血量是最多的啊。咱们可以在快没招的时候练个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烫他了，看没呀？这招也很赖，而且这一招烫一下是两万分啊，大家伙可以看到啊，非常恶心的啊。好了，当然咱们如果要是打不过他的话，也可以直接从右边走。我这里面呢是稍微打的墨迹一点，大家伙懂的就可以啊。这样的话，你看刚才我放的是人参，大家伙记不记得啊？放的人参，我用这个白赵云的话，然后上下臂就是拉出一个人参啊，你懂的啊。赵云那个消化系统啊比较不错啊。然后这样的话，咱们还可以利用暴气。哎哥，记错这个赵云了啊！这一下。浪费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这里面长气速度很快，我觉得是很快。然后呢，除了长气速度快之外呢，就是本身啊，这个人呢也是，用技能也是非常厉害吧。他完全不需要必杀，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无双必杀，就是这个无双必杀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用的啊。哎哥哥，
装逼了啊。一二三，直接大梦斩士打死。其实呢，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打这个怪呢。其实也无非就给你点这些宝物吧啊。这个宝物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用处。我个人觉得呢，真正有用的东西呢，就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什么太清丹经，然后呢酒葫芦，加上一些乱码七糟的东西。咱们上面那个地图不进去了啊，那个地图里面有很多人参，还有什么宝，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哎，什么什么哎，哥念错了啊！神仙笔啊，神仙笔，那个神仙笔其实用处我觉得不大吧啊。上次视频大家伙都看到啊，玩那个黄忠，玩黄忠呢就是完全不除了打吕布之外呢不需要宝啊。你也看得到，打吕布呢是确实没办法，最起码你得有个方天画戟，那是必须的币啊。没有方天画戟的话就没招。然后呢，如果要是像咱们这个赵云的话呢，尽管我觉得这赵云也很烂，但是咱们也需要一些宝。最重要的宝物就是隐身衣加这个，隐身衣加这个什么招呢？就是不是七星灯，七星灯也要有啊。但是咱们主要是隐身衣和这个气儿酒葫芦。当然，很多人说，我记得不是可以，你不是说可以复制吗？复制的话呢，啊，这个酒葫芦呢，你要是复制，万一你没有血了。你去放一个七星灯，这样的话你复制的就是七星灯。大伙儿到现在能明白我说的想法了吧啊？七星灯，咱们看这个人啊，我现在不墨迹了啊，这是这么打去确实有点墨迹。咱们呢正常应该是这么打的，这哥们儿就是啥呢？就是枪在我手，天下我有。大伙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前手这招就是前手啊，前 A 练的招式，掌心速度快我还不说啊，然后特别凶啊，打血也非常多。尽管不是爆发不是不太重，但是他首先他是无敌的，这件事大家伙的一下就开朗了啊。他转枪的这个时候呢，你本身是无敌的，所以说就是枪在手跟我走啊。其实这些宝物也没什么太大用处，捡了也就捡了嘛，无所谓啊。像有一些宝呢，该放你点放，有一些大宝你得留着。你比如说打最后一关的时候，我觉得打最后那个吕布还有赵云的时候呢，最好是后期先捡起那个傀儡娃娃。如果用那个傀儡娃娃打那个吕布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使。但是你放的时机要正确，不能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去放啊。他去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包子，然后加上，好的。果然是有包子啊！像这种有包子的人，这里面基本上属于啥呢？他能前前撞，你就可以无限前前撞，大家伙懂吧？就是他如果是前前撞能撞出来东西，你在有限的他的血量之内能撞东西啊，就随便撞，随便去撞啊！你能撞多少撞多少。当然呢，最好的是暴气。如果有的怪血量特别少的话，比如说像什么那种弓箭手兵，估计也就撞一下就死了，因为你撞一下是前前手是三下嘛啊。撞一下是三下，然后就会非常的憋屈。咱们这个地方呢，小狼玩这个再浪费大伙时间。这个地图呢要进，是因为它有这个隐身衣啊。这里面咱们就一路火花带闪电嘛，速度快一点无所谓啊，反正咱们也是可以复制。然后呢，加上一会儿，如果就咱们本身有这个酒葫芦吧，就可以复制了啊。这个酒葫芦就已经很厉害了。酒葫芦的话呢，咱们就可以，你想。他在暴气的时候摁上下跳是复制一下刚才刚扔出过这个宝物，而且过关还好使，所以说你只要有一个酒葫芦就可以无限放酒葫芦。括弧你不能放其他的宝，你比如说你要是没血了，你放一个七星灯，你说我放个七星灯，然后我再复制酒葫芦，那纯属扯淡，因为你再复制的话就是七星灯了。当然呢，这里面也是和谐了一下啊，就是说七星灯呢不是像咱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啊，七星灯是。七星灯呢，就是正常来讲，你放出来，如果要是血不满，咱不是给它扔出来吗？比如说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七星灯如果包括补血术也是，就你血量没到残血的时候呢，它是扔出来的。不过这里面的复制呢，不是，这里面的复制你扔不出来，啊，这里面的复制是比较悲催的啊，扔不出来的，所以说没办法啊，咱们就不能无限复制这个七星灯。正常如果玩的话，可以把这个七星灯啊，就是放在地下一顿扔，就是你要是正常一顿扔的话，那就不就无限七星灯了吗？非常赖啊。但是呢，咱们也不至于吧啊！这是被毒了。很多人刚才说那个毒蝎子能不能吃？这里面呢，只有我之前那个黄忠可以吃毒蝎子啊。
好了，这边是咱们要撞这个，撞这个隐身衣。哎呀，好了，正好还能再撞一下啊！正好再撞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能撞，反正也不要求那么多吧。咱们正常呢，能，你看现在都已经快升到24级了，级数这个人呢是最好升的，他因为有这个类似于像原神出窍那种环体绕的那个双飞龙，那招呢一下是20000分，你想想啊，那500000分就讲命，何况本身就是打这个人也是非常凶吧啊，本身呢打人费血也多。打有些 boss 的时候必须得用那招啊，比如说自打最后那个哎哥练错了，哎哥，像打那个最后吕布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招式啊，用这个比如说咱们俗称的这个双龙护体啊，这些怪呢咱们大伙都知道啊，正常撞的话呢是可以撞出这个九节杖和七星灯啊，不是七星灯，九节杖和黄石弓，还能撞出张角金啊！哎，哥哥，练错了。当然，这些宝呢，你撞不撞也，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吧啊！你像打这个怪的话，咱们肯定就是要用这个双龙护体，稍微快一点吧啊！你看，这就24级，然后又加人，200万，一共加了4个人啊！打这个马的话，双马呢，由于咱们连招不是很靠谱吧，因为打这种马的不像咱们之前那个黄忠，如果有黄忠的话啊，那打他就不是基本跟玩一样，那就是跟玩一样。但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最好还是用这种烫的方式啊，这种烫的方式呢非常的靠谱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好了，先烫死他一个。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刚才我呢就是没太注意啊，总是想跟大家伙唠嗑说话。正常的，你看你要在气儿快消失的一瞬间啊，咱们再练一个这个，它持续的时间会加长，就会它会重置当前咱们这个人呢啊。好了，我已经吃满了。好了，差一点就没了。太清丹经是这个游戏当中比较厉害的宝宝，我觉得这太清丹经这个游戏当中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像打吕布啊打神赵云呢，这个招式都特别好使，就是俗称就是把对方变成小动物。可是呢这个东西呢咱们看一下啊，纵观这个游戏有很多地方可以撞出来啊，尤其是最后一关它会给你，所以说前期呢该浪费你点浪费，有很多宝物吧前期该用你点用啊，你不能说你对吧，你留着下崽儿那个咱最多只能攒酒啊，所以没招啊，最多只能攒酒啊，这样的话情况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好了，烫过来浑身带龙啊，这个就确实是这招确实是赖啊，有够赖。你像这招你正常来讲打左慈也很猥琐，可是这个游戏啊很嘚吧，这个游戏就是你像什么左慈啊都没了啊，左慈给取消掉了，包括那个什么，包括咱们俗称的那个貂蝉，咱们之前做黄忠的时候貂蝉也是嘎逼打了，就是就你们懂的，就是这个游戏里面除了孙姬除了嫂子之外啊，根本就是没有其他人啊，这个游戏里面就感觉除了就制作者啊估计是把嫂子全除了嫂子其他的女生全删了啊，就是感觉这个制作者呢非常喜欢孙姬，就是而且这个孙姬人也非常多。好了，这里面呢咱们可以进去啊，进去里面呢主要的是有太清丹经加上这个酒葫芦，也就是杜康酒，这个哥们儿打他也行，打他呢会爆一个这个东西，这东西是很有趣的啊，跟你们讲解一下啊，一会儿出来我给你们看，出来的话呢这个咱们就会非常猥琐。好了，可以看到现在是直接放这个太平清柳，你比如说现在复制的就是现在我放太平清柳，一会儿呢我有气儿了，我只要爆气呢，然后就是再放的话就还是太平清柳，就是你们懂吗，这就是复制的魅力啊。如果放酒葫芦也一样，无限酒葫芦也是一样的。好了，这些过图这些地方呢咱们好大伙儿看一下，走这个地图它会从这个入口这个出口出来，比较嘚儿吧啊，看起来好像大家伙不是很顺眼啊，觉得好像我操这个地图好像没见过，这就是另从另外第二关另外一个地图里面扒出来的。跟你讲，现在我有一颗气，
我只要现在把这个令牌免死金牌给放了，这个免死金牌呢属于这个冰爆，我把它放了之后呢，然后我爆气就可以召唤无数个这个冰爆啊，不是，我能不能说无数啊，就是你可以随便召唤，你比如说现在是这样的，准备好看啊，放一个冰爆，这样的话还有又讲一条命啊，爆气我再扔的话，看怕就扔出免死金牌来了。哎哥，我的免死金牌怎么扔那儿去了？哎，这是 bug 啊，这个哥哥欺负老实人，这是啊，这空中这个有问题，这个哈哈，不好意思啊，反正就是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扔出来，如果扔出来的话那就靠谱了，扔出来你可以捡然后攒九个，不过吧实话实说那个宝也不是那么犀利啊，跟懒闲的似的，我觉得啊微弱，就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弱，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呢就不用考虑那宝了，那宝其实也就清小兵清的稍微快点，咱们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咱们可以选择暴气然后前手的这个攻击方式，但是呢这个攻击方式也不是无敌的，他碰见小兵来挡拆的话那么就会非常的悲惨啊。好了，这个没整好，再来也不是很靠谱吧啊。好了，现在呢咱们可以练这个无双必杀，我刚才放了九葫芦啊，这是打碎地，还能再打一追，这追地这是门学问啊，但是这追地特别好追啊，追地。好了，这个不太靠谱啊，再来。哎呀哥哥你搞什么，好了，这种情况你看这个无双必杀并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好使吧啊，再来必杀，好了，穿过来直接穿死，然后大鹏展翅暴气情况下你看上下臂杜康九很赖的啊，然后当然呢咱们可以调的话呢，如果是带这个九葫芦呢，不是九葫芦，这个七星灯，你要是扔出七星灯你也可以无限七星灯，但是缺点是你必须得费血，也就是说不是必须得把血量打爆，也就是说你血量快满的时候吧啊，不是血量快死的时候你才能用，要不正常的话他就摆一个姿势然后但什么都没有啊，就摆一个姿势但什么都没有，你们懂吗啊。好了，这是这个豹子呢是可以撞出这个人盾书啊，来将通明啊，这些豹子很恶心啊，这不是离我这么远干什么，哎呀这一下就练嘚了啊，当然这个人盾书其实我觉得用处也不大吧啊，人盾书我就还是那句话，打吕布的时候该放我就放，该复制呢就也可以复制那么打，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卵用的啊，现在呢我是这么复制的，现在我是有这个无限九葫芦，按理说就可以无限练必杀，但是我呢只有这一种必杀啊，只有这一种无双必杀，然后再就是暴气效果，暴气效果也是非常靠谱，等他一下，这个哥们儿打死之后呢给大人参，哎哥反正捡他也就捡他吧啊，无所谓啊，大人参，像这些打这种动物也可以选择用这个赵云啊，这个赵云打的话呢就暴气这样似的，咱们只要一直放这个，这样的话就无限有这个宝啊，就无限有这个九葫芦，只要你不放别的宝，只要你有气儿，你想了有九葫芦那不一直有气儿吗，所以这个游戏啊你要按照我这么玩啊确实很猥琐，不过呢这个复制也不是无敌的，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就是比如说像面对着像什么比如说吕布，你这个复制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复制用处不是很大。好了，杜康九，这里面大鹏展翅是核心输出技能啊，最牛逼的大鹏展翅，你像这种怪啊，大鹏展翅就可以捧死。一会儿呢，还有一个传说农夫啊，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个跳 A 打下来，然后一顿前哎。开玩笑啊，一顿擒天锁他会爆这个九葫芦，咱说吧货多不压身啊，你懂的啊，反正这玩意儿也是白给，这人就该要就得要啊，哎呀
这个赵云最悲催的就是啥呢？就是捡东西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就是你比如说你练前手，你练前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前手就会变成前手就会变成前手，一个不小心你捡东西变成一个正摇手，就变成这个，这一下就变嘚了啊，就你们懂的啊，就非常之嘚，已经嘚到要死。好了，由于咱们血量还是比较足，所以说无限复制这个酒葫芦啊，也就是杜康酒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地方咱们也是面对一堆小动物吧，咱们大伙儿之前见过这个地方有个张飞，张飞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啊。这个人物打张飞也是好打，就是墨迹了一点，不如黄忠那么牛逼，就是啊。啊，你看没有暴气效果呢，就不是那么好。这个人呢比较嘚儿，就在于可以看到他可以起身飞天，这一下很赖啊。飞天这招呢，他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敌的。好了，当然啊，这玩意儿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不是？好了，无敌时间非常长。你看这个人完全需要歪轴了啊。好了，这哎又起飞，漂亮，这起飞压制我啊！哎呀哥，哥要死啊！你看这样，我放这个人参之后。我放这个人参之后啊，我就没有酒葫芦无限了啊。哎、哦、呀，你能不能别老飞天？你一飞天啊，我是真拿你没招啊！所以说，你看打起来就稍微磨叽一点。哦，好了，终于给你靠死了。他呢，一二三四这个招呢，大多数也是无敌的啊，很恶心。咱们没办法啊，刚才呢，只能把这个七星灯给扔了。好了，像这个小黄书，这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宝啊。七星灯不是这个杜康酒没有了不要紧，咱们身上还有杜康酒，不是还有这么多杜康酒呢啊！你看现在呢，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招式，爆气之后呢，可以放着碾死金牌，这样的话不就传说中的复制吗？跟复制是一个道理啊！这就是纯复制道具，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我觉得是没啥用，因为你想想，本身这个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啊，你要想那啥。你要想这个无敌，那还不有很多招啊！好了，你看这两个 boss 呢，都是会练全凭技能的人，但虽然说也没有那么赖，我觉得吧，也就是很恶心啊！哎，哥哥，你看这一顿全屏啊！咱们先找一个对打啊！哥哥，那么我不想打你啊！好了，追地没追成功。来将同名。哎呀，你要干什么？我辞。放七星灯了啊！你看这种情况下爆气，再放就是七星灯效果。大伙儿能明白我意思吧？再放就是七星灯效果啊！不过呢也没啥用啊，因为咱们血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他也扔不出来。咱们最好的招其实就是这个前手啊，没有比这招再合适的招了。所以说你看那种复制道具也没有啥用啊，复制道具我个人觉得没啥用啊。哥，你还砸我？赶紧走啊！这太憋屈了啊！你看。刚才这就是我练这个七星灯，七星灯就是什么动作没有，你看啥动作都没有啊，暴气是暴气了啊，所以说这没招，但是咱们还是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人啊，这个人这招是非常厉害的，跳上下手，然后呢变成神赵云黑赵云啊，咱们俗称黑赵云，其实这两个赵云单拿出来就是都很厉害，白赵云是最赖的啊，这没说的，黑赵云其实呢也可以，尤其是黑赵云这招呢就是属于打吕布的时候啊，真的是用的非常好，因为吕布会追着你打，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要这个两个龙就一条龙给这哇哇一顿附体啊，那就太靠谱了啊。
好了，这个地方咱们没有卡兵，其实也是可以卡的啊。咱们看看现在能不能卡住铁甲。好了，卡住铁甲兵也可以，能卡住兵就自然是厉害啊。哎哥，好了，咱们不要给他上面打啊，最好呢是在下方，这个打 boss 呢在下面打啊，他是比较靠谱。可是这个 boss 吧，他不听话，你瞅瞅，真是狗啊。这个 boss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能追一点，你看刚才我只是追了一点啊，他就不能再让追了，咱也不知道是为啥啊。哎呦我去，好了，可以看到现在放人参该补就补啊，这东西反正咱也不多是不是啊，不是咱也不少是不是啊。这他妈打第一视角啊很容易出现口误啊，比较少。这个游戏大家伙儿可能也觉得，哎，这颠覆我的人生观啊，这么鸡的这么一个版本，我小时候要有的话，哥哥能不能没完了。这逼现在逼着我跟他玩狠招啊，打他的话其实这么打也挺快，我倒觉得不慢，只是一直用前手那招吧，未免看得有点太单调。一会儿打那个张辽的时候必须得用前手那招啊，打张辽的时候那个张辽啊真的是非常恶心啊，两个张辽跟疯子似的啊。好了，咱们直接密室呢不进了，密室有一个神仙笔，然后还有一个神仙笔，还有一个补血书啊，就是没啥太大用，说白就没用啊，没用就没招了。好了，免死金牌并没有什么用，咱们就不去做多过多解释。好了，放这个酒葫芦，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无限，最起码是无限暴气状态，这样的话很赖啊，无限暴气的话呢咱们无限前手，对不对啊，你想想啊，那是一个非常赖的招。一打完就是一顿饿啊，前手再来，但是这个也不算是太赖吧，你可以看到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因为咱们也有一段时间啊不是无敌的。你看看这种情况下就没招了，他老压压的啊，这个压是最嘚的，只要他没有这个压，这两个人就是傻子。可是他就是，但是他有这个压了之后啊，那真是没说的啊，赖的都不止一两下啊，赖你不是两三天。哎呀哥哥，你看看堵着你就一顿压，他练啥我都不反对，你只要一练压我的脑瓜就大，知道吗啊，就亚梅蝶的那个压啊。哎呦我去，杜康酒啊，练杜康酒的一瞬间正好把气儿给爆了啊，这是绝对的省杜康酒的玩法啊。好了，还是没打死，这回打的比较点背吧，因为每次打的人都不一样，别告诉我两个队员全杀了，如果两个全杀了的话那就呆了啊，那就很容易出现轮回。好了，这样的话咱们就过关了啊，不用管他了啊。这个人物你看前面过关特别慢，打到现在都已经半个多小时了啊，然后还是只到这一关，当然咱们这一关呢还是一样啊，不走这个关羽的路线，因为关羽这里面呢，我对于我这个赵云来说呢也起不到什么关键性作用嘛，咱们这一关就打得稍微快一点，也显得不那么拖沓吧啊。但是呢我感觉不管什么时候吧，这个炸气，因为现在毕竟你看复制就是杜康酒，所以说你愿意炸气也无所谓啊，有的是气儿，
就是没有必杀，没有好的这种赖皮必杀，只有这种必杀。这种必杀呢，当然啊，对于高手来说玩好呢也赖皮呀、啊，长时间无敌，但是打中之后伤害吧不是预期那么高，没有那个暴气前手那么高。至少是这个赵云呢，你要这么玩的话呢，还是比较扯啊，比较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打这两个 boss 比较简单。杜康九，来吧，看看这边的陆逊和吕蒙两个山屯打他呢啊，最好还是用什么招式呢？用这个暴气前手，我觉得最靠谱啊。完了又打到小兵身了，一旦打到小兵身上啊，这事儿最靠谱，最不靠谱的。打到其他怪身上呢，把这个伤害给重置了，那就没招了啊。好了，这一下暴击效果刚刚消失。他前手啊，其实他暴效果呢是不错，咱实话实说，可是打这个东西，你看你一练出来打这个怪物吧，他就老跑，而且跑得特别快。面对像这种类型的 boss 没什么好说的啊，确实威嘚儿，还不如像这种打法啊。你看这个伤害真的是没谁了啊！你看这才叫伤害呢，是不是？啊！哎呀！好了，追地没追着啊！哎呀，哥哥，能不能别闹了？好了，不给机会。哎呦我去，直接打死得了啊！这个关非常穷，就给一大人参。杜康九，好了，该节省就节省吧。复制这个东西吧啊，赖归赖，但是这个技能呢，它并不是说好像说咱们特意给它整的特别赖啊，就是这个技能是原本在2012的无双版还是什么版里面啊，张辽有这个技能，张辽可以打复制，跟这个人物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人物本身他就有够赖啊，已经赖得要死，再加上这招，那真是没说的啊。这个赵云最不怕的就是没有血格的怪，没有血格的怪呢，面对我这个赵云属于就别扯啊。啊，这个地图呢，该进我也进去。这个地图里面是有这个太清丹经，非常非常厉害啊！打他的话呢，咱们就稍微的猥琐一点，放个隐身衣。因为这两个人从始至终的我感觉都非常恶心，就这个魏延。魏延，我从始至终我都觉得很恶心啊。这里面是个七星灯，然后还有隐身衣，有的是。所以说这啊，很多人问隐身衣能不能复制，根据我的理解是不能啊，隐身衣是不能复制的啊。你看他各种无敌，各种防，这个逼我真是，我要不给他切死啊！好了，这里面是一个蛇加一个司马懿，哎，没整好。fuck， 哎呀，大伙儿也看到了，刚才我的暴击效果呢，练这个，哎哥，好了，七星灯，没有血了可以练啊，有血就不能练了啊。其实呢也无所谓，这个暴气咱们受到伤害之后呢也会加血。哎哥，好了，又没血了啊，七星灯，你老护 A 的护 A 的，哪那么多护 A 啊。
哎呀，哥哥，这种情况下不能被吸进去啊！我经常被怪物打到吸进屏幕里面去了啊！吸进屏幕里面那就没谁了。哎呀，哥哥 ，fuck！ 这个，这只是个小插曲啊！这个纯。妈，哎，我就感觉想啥赖啥的，怎么啊？这个这事儿赖我啊，这事儿啊，这个大家伙儿见谅啊，毕竟还是有点，我叫不紧张啊。哎呀，想啥来啥呀！我感觉我就应该去买彩票去，我要能中个什么1500万的啊，我高低我跟大家伙儿啊，哥。啊呀！刚才后悔了，怎么着急了？我以为他死了呢啊！你看，这就是比黄忠，跟黄忠一比，这个人就啥也不是了，是不是？只要跟那个黄忠一比啊，这个爆发就没有。然后呢，暴气前手那招吧，还觉得特别赖，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好了，刚才被打走了，这次不能了吧？这次要再被打飞，我感觉我这也没脸再玩了啊。这里面也是有一个 boss， 大家伙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梦幽。其实刚才那个司马懿给不了什么好东西，刚才那个司马懿给点什么七星灯也就啊，七星灯，然后木剑，那木剑是马超可以捡的，但是，就还是那句话，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好的，两管半血，这种情况下咳了吧啊。这哥们儿打法就只有一个啊，哎哥。起身让他钻过来，你看，正好这个可以啊，可以打到后面。所以说打他呢不太费劲啊，咱们喷暴气打的话血多啊。你看这一个大鹏展翅多少血，这才叫大鹏展翅啊。再报，哎哥，还是有点紧张啊，哥哥，哎呀，我叫不紧张啊，你看这些宝啊，该捡的地方咱得捡，这么富有的人家，咱能不打劫吗？对不对？你说咱能不打劫吗？不打劫都出轨了啊！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好了，这个地方咱们可哎，不能烫，不能烫，忘了，这有这个风书啊，风书可以撞很多风书，这个风书关键时刻也是很有用的，就打这个，不是说不能说关键时刻啊，就打这个，咱们说俗称这个，打俗称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对，俗称那个变态吕布啊，打那个人的时候是可以的。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大哥大清早不至于一顿怼我吧，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啊。哎呦我去，拉人身啊，好了，咱们也不用跟他拼，有的是血啊，有的是血，不行就跳上再拉，你看呀，一会儿呢打到一定血量就可以了。其实打他呢也有另外一种打法，就是哎哥别闹，打他还有另外一种打法，就是咱们传说中的暴气前手啊，但是我觉得吧也就没啥意思，因为有时候不太好抓。这个地方一会儿打曹操，我经常在打曹操的时候死啊，就是幻境里面那个曹操，所以在这儿呢最好的方式呢是先把自己血补满，然后呢放杜康酒，
咱们是可以复制的啊，所以说也算是挺有用啊。复制的话在这里面咱们不能按放宝，但是按招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哎，你还真别说，我还真没试过。哎呦，我这小兵老厉害了啊。最主要的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给设计的就是我不想追地的时候他非得追地，这点是我最嘚的。看能不能放啊。哎呦，我真能放东方角，那妥了啊。暴气黑色，这个要是说谁要是不会看啊，那我也是醉了啊。哎哥，哎，等喝哥，都是哥们儿啊，敢不敢上来？好了，这个还是不太配合啊。你看，这种情况很恶心。这个赵云打这个曹操吧，就怕他回血，什么都不怕，就怕他回血。所以多数呢，咱们可以选择用在他回血的时候打他。不过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回血呢？我也不知道。咱们就是哎，这种情况下就看凭感觉啊。他起身的什么时间？咱们练前手。你看，这只能打着两下。不靠谱啊！哎，哥哥，好的，这纯属的点背啊，这纯属点背。两个七星灯，一个酒葫芦，剩下的就没有必要了啊。两个剑跟咱也没什么关系。这样的话，一下子就都通透了，看没看？这关其实是啊，咱们看啊，正常应该是有一个沙漠科，然后有一个沙漠科，有一个吕布，陆逊吕布啊。咱们其实也可以打他，也可以不打他，反正有的是气儿，有的是必杀啊。看，杜康九，但没办法啊，这里面咱们选择跳过他之后就只能这么怎么只能去打他了啊。无双必杀挑起来，哎呀，好的，大鹏展翅，然后再杜康九，哎，小兵帮他挡拆了。这小兵一帮他挡啊，我就确实心情啊，那一下就这个陆逊的小兵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变态啊。这里面陆逊的小兵是无敌的小兵，你看又帮忙挡拆，有气儿也不行吗？难道好了暴气前手这个方法打他呢，最好是希望能够在一个直线上，可是这个如果不在一个直线，你看他特别愿意跳啊，你压起身不太好使，你看各种跳，然后小兵就帮他挡拆。哎呀哥，你能不能别这么猥琐啊。啊，这次挑起来，这次伤害多了啊。哎呦，赶紧七星灯啊，这种情况下别扯了。好了，看看又是这个小兵作祟啊。陆逊在这里呢还算，大哥能不能别跑。哦，大哥，哎，好了，这一套，这才叫输出啊，这才叫输出啊！
打动了之后呢，咱们看一下，没有用啊，后期效果消失。好了，这回给劲儿，给劲儿了。哼，我还玩不了你了啊！我这么玩行不行，小伙儿？这么玩不牛逼了吧？啊？这么玩你要是再能躲，你再能跳走，我也就醉了啊！当然，在这里呢，咱们还是稍微的规一点啊，放一个太平清岭压阵。还好哈哈是啥意思？好了，暴气起，哎哥，用错赵云了啊！这个赵云打吕布也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暴气压起身就行。你看，所以说史上最弱吕布啊，压起身，不管是黄忠还是这个赵云，都是嚣张要死。就算豹子给挡拆也没有什么用啊。你看，他正这么打的话，一个暴气能打好多点，就是最起码能打个四次。你想，一共他被打几次就能打死？再来一次稳死啊！史上最弱吕布，这个吕布的素材还是真吕布素材啊，也就是说最牛逼的吕布啊，你们懂的啊。好了，你看这个暴气就是太平清岭。传说中复制啊，呵呵，你们懂的，可以无限放这招而已啊。当然这个也没啥赖的，正常的咱们有一本小黄书，那个小黄书无限放是真挺恶心的啊，各种屏幕上飞那个屏幕上飞这个火呀电之类的啊，你们懂吧啊，能晓得啊。哎哥，你能别闹啊，这帮人老射我。哎呀，忘了这个事儿了，咱们看这个地方，咱们也消遣一下啊，消停一会儿。这地方一会儿要撞七星灯，七星灯目前只有三个，咱们现在不好办啊，身上有这个龙，咱们先稍微等会儿。非常后悔啊。来将同名，你看，这回就是撞，但是没撞好啊，没撞出来。不过无所谓啊，能吃满就行啊。哎呀，这一下就妥了啊。虽然说这玩意儿也没啥太大用处，但是正好打他的时候来了一个白鹤亮翅。白鹤亮翅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好了，这个孙姬咱们等他出来啊。这哥们是个花花肠子啊，血非常多，也非常恶心。他跟第一关的关底是一样的血量，所以说你打他的话呢，咱们也要费点劲儿啊。这个没血管的 boss， 我真是没拿他没招。哎哥，好了，你看又打进去了啊！打进去的时候咱也没招啊，你说碰见他怎么办？带你出来！哎呀妈呀，真是肉死了啊！哎呀，没暴气，你看看多肉多木，这家木的没招了啊。好了，直接卷死。这里面我也不进去了啊，不想进去了啊，太恶心太猥琐，你说至于吗？玩个游戏为了这点宝啊，也是绞尽的乳汁，反正是啊。这地方能多，咱们能打多快就打多快。其实正常来讲，他也没多赖啊。打马呢，咱们有一个固定的招式，就是用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双龙护体啊，其实是一条龙，看不看见，并不是双龙啊。这个马最赖的就是打完了之后往前压一下，很多人说小狼他压的时候你防，然后防御，然后再回身打他。我告诉你，这个版本我试过了啊，不是说不好使，就怎么说呢，就是他撞的那个时间判定点非常长，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短啊，你防住了就完事了，他冲出来之后哇哇一顿冲，
就你防住第一点，然后他还能再冲到你啊，没有用。说打他呢，得用一些更龌龊的招式啊，你得比他还要猥琐。你要不比他还猥琐，那基本上没法活了啊。好了，其实你可以待会儿可以看到这个龙，其实判定倒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判定点很低吧，这个龙。一会儿打那个许褚的话，一会儿打许褚呢是比较简单，打许褚呢咱们就一顿上下手啊，不是一顿前手。啊，你看这种小怪就跟那个怪不一样，转一下就死。哎呀，真聪明啊啊！这个怪啊，就最后一点打血特别特别少，没有比最后一下打血再少的。你看，哎，就该最后一下打中了。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吧，这个有地方设置这些东西吧，真是挺气人啊，哥哥。好了，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会儿许褚该出来了。这个许褚呢咱们不能用单 A 来起手，它有霸体属性，不能用单 A 起手，不过无所谓啊，这是个山屯子啊，咱们只要一顿前手就可以。你看这前手一下打20连，这个伤害也是没谁了啊，这一下打了26连，我去。而且这个本身这招吧长气速度也挺快的，你看打中之后那个气儿一溜子一溜子往上涨啊，涨劲速度也快。好了，直接转死。转死的话，我们现在是给一个大腿，但是并且呢，这个大腿吧也那么回事儿。接下来呢，这关是非常恶心，它是黄盖。当然，大伙都知道是黄盖。这里面的黄盖，那个鹰是不死的，然后加上五管血黄盖，你想想，我点一顿转枪得转多长时间？我都快给自己转枪转迷糊了，我估计才能给他转死啊。来，咱们看一下吧啊，这个地方但是有黄石公，咱们也没有用啊。赵云吃不了黄石公这个事儿，我相信我的故事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啊，赵云吃不了黄石公啊，就是你懂了啊。但是呢，有的改版是可以吃，这个吧改版不知道。好了，可以看到这边能拖屏幕啊，这个鹰很恶心，咱们还是先不拖屏幕。你看这一套招也就打这么点血，但是确实啊也就不错了，要啥自行车呀啊。好了，血是真多呀，要说这个血厚啊，要纯肉宝宝啊，那是没有他黄盖做不了的事儿。哎，哥哥，哎，一顿乱跳，一顿乱窜，我也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防不胜防。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好了，暴击前手。其实打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无双必杀，但我觉得无双必杀不靠谱。我觉得是不靠谱啊！你别转出去的行不行啊？他一转出去我心里没底，咱看这次又是被鹰给阻拦了，这鹰这办的好事儿啊，多猥琐的鹰，你看又打到鹰身上了，打到鹰身上啊，咱们就不好办事儿啊。当然很多人说小狼你不有一个太清丹青张咬金吗，其实我想说这招吧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招呢确实比较赖。哎，这张角金是不能随便放，这招呢其实没有那么赖啊。你看，张角金打他，费不了多少血，对不对？太清丹青呢，咱们留着一会儿还有用。但是虽然说一会儿还有很多张角金啊，无所谓。可是呢，你不是张角金啊，太清丹青。但是咱们这么去打，是不是也不太靠谱啊？哥哥，能不能别闹？哎呀，
好的，这种情况下不要吝啬啊，该放就放了，怎么这么猥琐啊这哥们儿啊。拖着屏幕走，我还扎不死你了，我真扎不死了哥哥。都不怎么点了啊，反正点死就行，不牛逼了这些鹰啊。回来来来来，劲儿劲儿的啊。你看通过这个视频你可以看到，跟之前那个黄忠比，这个人物还是略差一点吧，表面上看起来很赖，但这个人爆发不足，对不对？他没什么太大的爆发，也没什么太过于无敌的招式，他无敌的招式有的时候打不着人，对吧？你没办法打不着人，对吧？能打着人的招式呢，还不自己还不是无敌的，这一下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啊，然后各种缺血。他把这个改成这个飞龙，这个啊，就是腾，就身边缠绕着一条龙这个招呢，如果要改成原神出窍那个，改成原神出窍就给劲儿了啊，可是他没改。在临气儿没的时候再放一个。哎呦我去，还能该烫死了小伙儿，还没死啊，这一天天的三个，哎，咱们看一下，有三个有三个那个，看看有三个太行蓝鲸进去之后呢，再出来还能再吃三啊，还能不止三个，还能再吃四个啊，如果要是撞的话还能再吃四个，但也没有必要爆气。出去了之后呢，就会重置这个小兵，这也是玩这个版本啊一个心得吧啊。你看，再撞一下还能再撞一个，哥哥别闹，其实这就够了啊。然后很多人说走这个电门，走电门好玩吗？我告诉你不好玩啊，走电门的话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还没有什么 boss 可以打，也就是说没什么游戏乐趣啊。这里面呢是可以爆七星灯，我就不要了行不行？来电轰鸣，七星灯。其实我就想，我满的东西我撞它干啥啊？当然，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伙，这地方能撞出来，还有这个酒葫芦在这，也就在这儿撞啊。你看。但是你不要问我酒葫芦这玩意儿有啥用，反正就是有用啊。这个至于有啥用呢，就是你们自己自行判断啊。反正能复制，这个人是能复制，其他人不能。所以说其他人呢，在面临酒葫芦的诱惑的时候呢，该撞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撞。你像我就不用了，我就这就可以了，对吧？杜康酒，来将通明，那就没事。哎哥，差一点忘了一个事儿啊，这是可以撞黄石公和野神医。黄石公和隐身衣，但是也是一样啊，并没有什么卵用啊，能吃啊，这不是能吃，这已经是吃满了，所以说也就这么回事。一会儿呢咱们是有两个 boss， 但是呢按照我的心情呢，我不想去打他啊，咱们直接进屋，出来之后呢就只有一个 boss。 这个张小金也没啥太大用处了啊。当然呢，就想吃也可以吃，毕竟也是一个宝啊，能让自己无敌一段时间，是不是？是不是？这就非常靠谱了啊！余孽，真余孽啊！嗯，啊，这也没办法，是不是？杜康酒。哎不对，怎么余孽了他，对，忘了是放余孽了，但是这个没有用啊，你放那个鱼鳞衣也没有用，咱们打他还是撞吧啊，忘了这个酒葫芦的事了，最后应该刻酒葫芦，怎么放隐身衣了呢？你看他这个亚的判定非常恶心，非常高啊，这个龙的判定也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个龙吧，你看他不是判定高低的问题，而是敌方的各种好像这个只有龙头能打着它，或者说是怎么样，但这个龙头也是比较快，也就那么回事啊。出击之后呢，一会儿打死魏延，咱们还有酒葫芦啊，有的是这招啊。
好了，直接挑死，然后直接隐身衣。你看，隐身衣是不能刷的啊，隐身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就是你要是复制的话没有用，它不好使，不会生效。这个也是恐怕是跟设计有关吧，它这个设计可能调用这个复制的技能，并不是一个专有的复制技能，它是可能抽取了一些这个内存，抽取了一些数据啊，然后从数据当中呢去整这个事儿啊。好了，看看这边快点走吧，反正最后一关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狼总啊，你们狼总牛逼的一面啊。这个打他的话，正常应该是诸葛亮打的好打啊，就是直接爆气然后电剑，非常牛逼的一个打法。可是没招啊，哎呦我去，你看这个歪轴稍微差一点，如果歪轴再强一点就好了。打他呢最讨厌的就是他跑啊，他一跑啊就闹定死了。好了，打他其实还有除了转枪之外呢也有另外的方法，但是你看看就讨厌这个事儿啊，他一起身就跳，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死也不跳啊，死也不跳，你这反正老嘚了。啊，躲在角落里面不出来，你说这魏延啊，你们说气不气人？你们自己说，然后跳过来，然后跑了，哼，没谁了啊，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反正呢，其实但打他呢，咱们也有另外的打法。手把好的人可以选择，就是打一个无双必杀，这个来秒他。但是我觉得那种方式吧，就是也是一样，因为咱有一个复制在手，所以说显得好像就是老练必杀呢，也没啥意思啊。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这个，不能再给他面了啊。本身就要给他打死。这个游戏说句实话，时间玩的长也行吧，休闲一下挺有意思的，但是也不至于玩的时间太长。玩时间太长的话，大家伙看啊，也是比较闹的，因为毕竟一个视频能达到一个多小时，包括一个半小时，那真是没谁了啊！哎呦我去！该烫死咱们就烫死啊，千万不要给他再留什么机会什么的啊。好了，这地方又是魏延要死，暴气出来呀。哎呀，这个草也是醉了。好，看看这种情况下，我看起身来一个这个，起身来一个无双必杀吧啊！追地，刚才呢这个无双必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用赵云的无双必杀吗？就因为赵云的无双必杀有时候打不到满连，他最后那一下血最多，前面的血最少，但是他最后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挑起来，知道吧？就位置必须得放的特别好才可以，他这个挑起来一下我整不会了啊！哎，哥哥。我这样行不行？我捡个这个行不行？哎，要的就是这个啊！有这个之后呢，咱们就人就是整个要稍微，最起码咱们稍微丰满一下了吧啊！有这个传说中的傀儡娃娃，那么在对于打吕布的时候呢，如果能把吕布定住，然后来一个暴气的无双必杀。这是特别靠谱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还是这个最后几点打中的那种，那这就靠谱了。但是就怕啊打不中，那效果就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了。很多人说这个其他宝物能不能复制，你像张灵剑就不能啊，张灵剑也不能，然后神仙笔可以，神仙笔是可以的啊。哎呀，
要是黄忠啊，这帮人早就死的不知道咋死的，要黄忠早就懵逼了，是不是？扔掉得了啊！你看，这个技能离得近，还不太离得近，还不靠谱啊！直接打死呀！好了，面对这些马，我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啊！这些马太恶心。打他呢只能用就是比他还要猥琐的猥琐招式，这个马加上配上这个地图，那个地图里面有个窝，然后再加上呢后面有个射火箭的这帮小崽子啊，这个也挺恶心，真事儿的，不是我说啊，你们自己看啊。呀，哎呀，哎，你看他不怕晕，这个必杀打他还不太好使啊，不怕晕的人啊各种练无敌招式，你看这就没招了。哎呀哥，你才费了多少血就一顿哈哈哈哈哈啊！好了，敢不敢再来？还是这招输出稳定，真的，什么事儿都不如一个字稳定啊啊！没有小兵配合，那打他就特别简单。这个司马懿就是设计的没有小兵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我说的好呢，其实就是简单了点儿，不能说好，因为简单这个东西呢，对于某些高端玩家来说啊，太简单也没啥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我要猥琐玩也已经够变态了，不是已经够变态，是已经变态的要倒啊。好了，直接转死的话呢，咱们这里面是有这个隐身衣，咱们最后把隐身衣吃了啊。哎哥，哎呀，闹定死了啊。这个技能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就我摁一些上摁一些右，然后想要捡个东西，然后就变成这样了，你们懂的啊。当然呢，很多人问他是不是不费血，打他呢确实没招了啊，打他用很多招都是不费血的。好了，这招打血多啊，这招哎哥，我练错了。打他呢，就得这么打啊，稍微靠谱一点。哎呀，哥别闹！你看看啊，傀儡娃娃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放啊。好的，放着了。这样的话，怼着打，挑起来。能不能追地啊？啊，能追地，但是位置不好。好了，定住傀儡，下上，这一套招应该差不多了啊。哎呀，又没打出来。好了，咱们还是放火吧啊。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哎，相反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到打这个打吕布还行啊。相约在金色的月光里，相约在好了，不管他了啊，这就妥了，已经是打到一命的节奏。但最后那个赵云其实也挺变态的，最后那个赵云不要小看啊，这回你看到了吧，黄忠打任何的 boss 啊都比这个赵云要强，可是这个赵云打吕布，他
他稳呢，对吧？他特别稳，是吧？有这个无双必杀单挑，那就特别靠谱了啊。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七星灯，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啊，一撞也能撞出来。这个人物呢，其实真的不像咱们想象说的啊，就不像那么多人，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咱们看暴气之后呢，如果放这个傀儡娃娃，啊，不是，放错了啊，刚才是有傀儡的。这个傀儡娃娃暴气呢是不好使的啊，就是我在我印象当中，他傀儡娃娃也是不能够复制的，所以说挺嘚儿，有好多都不能复制。咱们也是不要人各有志，也不要强求啊。你看打他们就慢了啊，如果要是黄忠的话，那一顿耍大刀啊，那还用想啊，是不是？陆逊战绩啊！哎呦我去，原来这是个软骨头，那个剑居然是软的哈！哥，别闹！打这个最后的那个赵云的时候呢，酒葫芦已经没有用了，酒葫芦已经没有用了啊！就是一顿这个呀，看看见有的是啊，各种大人参，有了这个就不怕没有人给养老送终了，是不是？但是吧，我怎么说呢啊，这个也有一定的意外性吧，有的时候秒你啊，就是你都不知道咋死的，就这个 boss 啊，有的时候会练一些什么比较龌龊的招，无限练，你连调宝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有一些比较猥琐玩家呢，就愣是放到隐身衣身上，这是可以的。比如说最后那个神赵云，他猥琐就猥琐在他可以放太平清领。如果你加血不及时啊，或者说放宝不及时，那么太平清领就没谁了。哪怕是你练一个必杀不及时，那太平清领可以把你秒了啊，就因为它是一个全屏，并且是三段攻击。来，你出来了。全凭三段攻击，反正也是醉了啊！好了，这个地图大伙都知道啊，是第三关的地图。但是这个长江水战呢，也不知道他怎么想设计成这个地方啊。这也算是一种方法吧。进到里面呢，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先放隐身衣，暴气。你看暴气刚一暴气，看不见他也会召唤这个腾龙而起，无敌时间还蛮长，很恶心。哎哥，你看这就赶紧调隐身衣啊，看看这个赵云，如果不是黄忠的话是不是很猥琐。隐身衣啊，该放隐身衣如点放。你看这个鹰确实是赖到死。啊，又锤子了啊。你看啊，再来大水。他放招呢，我也是跟他一顿打。但是我这招呢还算比较厉害啊，我这招可以跟他对击一下。但最后呢克不住我。好，又来了。好了，你看那个这太平清领啊，真是特别赖，打中一下呢就是三分之一的血量。哎我去啊，fuck 你这没招了啊。哎呦我去，你是疯子呀哥哥。其实我觉得他最，我感觉就是啥呢，就只要没有这个鹰啊，啥都好说。一有了这个鹰之后，那真的没谁了。你看这个鹰，他主要老耽误我打这个赵云。很多人说对他练无双必杀好不好使，不好使。你练无双必杀，他也练，就你懂啥意思吧？他也跟着练，他练他就是无敌的。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很恶心？而且你看那无关血啊，又来了。你看太平清零，那就开始吧啊，再来大水。好在这个前手是无敌的，
你这能又太明清了，多嘚儿吧啊！这人确实很猥琐啊！我靠！我今天是我捅着赵云窝了是咋的啊？今天这个赵云疯了，我感觉真的是疯了啊！今天这个赵云是疯了，我感觉真的真疯了。我操！啊，你瞅瞅啊，你说我能有啥招啊？他那个屏幕底下那个血管都被挡住了，哎呀妈，真是没谁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哎呀，早知道我就这么猥琐了啊！张九斤，你看看太平清岭。早知我就放这招了，放这招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就是啊，哎呀哥，爱心单机，哦，原来是小猪是你啊。啊，原来这是你！这他妈，我想整个这都难吗？本身想给大伙打一个一命通关，由于过于装逼啊，但是不是说我装逼，他今天怎么突然就变猛了呢？你看我一练无双必杀，哎呦，这一下练的还不错啊！我一练无双必杀打中他，你看他也练无双必杀，这都是绝对的。你看我再练，完了，哎，就是怼不过他啊！不行，我不能跟他这么挑战了啊！既然我就练这招，我就不相信你能赖得过我啊！这俩人死的太憋屈了，哎哥，完了，这又要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能放出太平清岭啊？我也是醉了啊！其实打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我就打不着他，真的啊！我觉得如果要是一直用隐身衣潜守啊，他确实也是杀不了我。死了第一个人之后吧，我就心情特别烦躁，特别郁闷啊。这也是玩游戏的一个通病，就好比玩那个劲乐团什么的，玩着玩着啪断了一个连了，然后就死了，不玩了。为啥呀？就觉得不完美了啊。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啊，不能说，应该不能说第一次啊，第二次做这个第一视角解说，反正是那怎么办是吧，总不能打到最后死了然后不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如果要是打好了一个视频重新配的话，也对不起这个第一视角，所以说大家伙呢能够体谅就好了啊。好，那么今天也是比较烦闷啊，大家伙知道小狼就比较郁闷，本身的寻思一命通关，其实最后我这个赵云打那个赵云特别简单，就是不知道他今天爆了，今天这个人就是已经是爆发了，就不知道就估计就是特意针对我啊。好，那么不多说啊，反正呢技术也摆在这儿啊，确实不是什么好技术，但是至少呢作为一个教程啊，大家伙也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尤其是当你玩的时候，你也可以对吧这么玩，至少呢你一个币可以通关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好了，那么今天视频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小狼解说，咱们下期再见。